元夫遍十方是极乐世界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，尽大地是青苔故乡，花笑鸟啼如镜照镜。元夫原本啊，遍十方是极乐世界，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遍一切处，这是从本体上来说明的。念佛人你看念的往生时候佛来接，极乐世界在哪里啊？就在当下。山光水色是空和空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重叠的。这个重叠就像大家看电视一样，屏幕是一个，按一是一频道，按二是二频道，换频道而已，但是这个屏幕是没有改变的。极乐世界也在我们这个空间覆盖，可是频道调不准就看不到，调准了呢是空和空，对上号了，就在这里。尽大地是青苔故乡，花笑鸟啼如镜照镜，整个山河大地就是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，花香鸟语就像镜子照镜子一样，互融互通，这是为我们说明净土的真相，遍一切处。那这样说来，我们跟净土其实是没有距离的，所谓的距离无非就是那个对接的端口有没有找到，找到了十万亿层就是当下，找不到呢岂止十万亿佛土啊，自是不归归遍得，五湖烟景有谁证。这个两句诗就是用来形容离乡出游的游子啊，思念家乡，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暂时还不能回去，或者说不想回去，可是故乡的那些景色一直都在，自是不归。什么意思啊？只是自己不愿意回去，如果愿意呢，归便得，随时想回去，故乡没有人拦着，五湖烟景有谁争，故乡的湖光山色美好风景没有谁给我们增加障碍，没有任何人从中阻拦。这用来说明什么？念佛人看极乐世界那是故乡是家园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。如果要说念佛人没往生是什么原因呢？念佛人没往生是什么原因？只有一个原因，自己不想往生。那我很想很想往生不了呢？各位还不够想，念佛人如果足够想，一定就救路还家，而且这个路都不用自己走的，是佛亲自来接，好不好？净土不拒绝任何众生，只要愿意，黄金臂昼夜长垂。看看佛的手一天到晚都垂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来呀来呀快来呀，接引啊，唯许行人独为。接谁呢？就是接这个行人念佛人救路还家的人，佛在等谁呀？就等我们啊，不要见外。佛手上拿的这朵莲花我们的，佛垂下的黄金臂接我们的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不舍弃我们这个轮回中的可怜众生，任何时候想起来心都是光明的，不用自卑，不用担心。佛看我们大家个个都是佛子，人人
都肯定成佛。可能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遇见逢源，会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了，受冷落了，被遗忘了，感觉到自己生活不下去了等等这一类的想法。以后咱不这么想了。为什么不这么想啊？咱想佛呀。谁会嫌弃我们？佛都不会。谁会嘲笑我们？佛都不会。谁不理我们？佛都不会。谁说我们不行？佛都不会。像我这样差劲，像我这样感觉到一身毛病，一无是处，也没有什么修行的一个凡夫，佛瞧得上我吗？瞧得上就是瞧你呢，已经瞧了十个大劫了，潜力股自己还不知道吧？我身上有什么好啊？你不知道啊，回家找找，身上有宝藏。什么宝藏啊？无价珍宝，找到了就可以大放光明，成佛做主。可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找不到，没事，佛帮我们找。所以佛不嫌弃任何一个轮回中的众生，浑身是恶业，佛看到的是他的佛性。只要愿意回心，阿弥陀佛以平等的愿力接引这个众生回归净土。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牢骚，到时候可以好好跟佛说说，佛能理解我们在轮回中过了这么多年受苦了，回到家终于可以安心，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受委屈了。其实我们都是自作自受，在轮回中所有的遭遇全是我们自找的。你看，早早跟你说赶紧回来赶紧回来，不听话，这十个大劫冤枉受苦吧。白玉好，古今不昧，全凭愿者承担。白玉好，佛相好庄严，眉间摆好，常照念佛人。你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为我们描述阿弥陀佛像好光明。阿弥陀佛有无量相，八万四千相，每一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种相每一种好放八万四千种光明，这每一道光明都摄受念佛众生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为什么要强调念佛众生呢？不念佛感受不到这个信号啊。只有这个众生相信肯念佛，佛的光在这个众生的心中才能感受到。光是什么啊？我们念佛的时候那个佛就是光在摄受我们的心。我们念佛，佛也念我们，我们念佛放光，佛念我们也是放光，光光互融互通，从古至今从未间断。全凭愿者承担，深信发愿，这就是承担，跟佛融而为一。